目前人早安。
凌霄杨将军当时有咧讲，因为这过程咧讲呢，是因为佛陀甲释迦牟尼讲，释迦牟尼若有人修持佛像出家，若人听见，是人间世罪业定于佛陀，因世是有真天国，真世罪业即已消灭，当知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。这故事怎解释呢？释迦牟尼离佛离佛的相，正确把正式把释迦牟尼做一个开始。释迦牟尼啊，释迦牟尼啊，若有人确实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但世间有去咧学大乘法，去咧真理，学大乘法，就算咱安尼咧学大乘法嘛，若人听见。你奇怪，我咧修道含佛有什么关系？我咧学道含佛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偏偏都要来找我的麻烦，你咧偏偏都含佛拢有一个对比，太遐奇怪。那安尼讲你，哦，为安讲啊，食什么菜？啊，食多菜对干？啊，甲你讲出来，哦，你食菜人歹心，讲出来不会到不会遐物件。但是，那就是人的用意。但是，真世人跟这个人无关的，跟你讲的，咱真世人负责是接来，所以欲人听见，欲人听见，有人在轻视你，有人在看你未起的时阵，然后，世人见世就一定欲不得。咱今日，你见世人，甚至过去世，咱就是恶的了。今世受天天苦，咱来到这个世间来受天天。是安怎讲呢？今世的罪业拖到这世人了，因为今世人还未变掉，还未过，咱这世人还变掉。开始你咧修大乘佛了后，因为你已爱较未过分了，因为你要甲过去业啊做一个结业，要做一个结业，你欠啊，你含人造成个恶因果，一定爱破坏，一定爱消掉。不是要让你造孽，让你受气就无机会啊！所以世人见世罪业一定会报的，见世受天天苦，这些乃是人天见。但是后边古文啊，见世罪业即有消灭，当得阿难陀罗三藐三菩提。那阿难当中呢，你会当接受这个人，甲你恢复；你会当接受这个人，甲你批判。如果你的罪业即为消灭哦，你当得着无上正定正觉哦。即个解释，即个叫做大罪轻报，重罪轻报。哦，重罪轻报你听无？如果你真世人本来就是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，但真世人本来就是六道恶不得，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道嘛，啊，这三道上惨的啊。你何贵都出去都顶，那这三个想唱的，感情啊，那这三个在那个唱的当中，都是在通过各造诣这三个道理，就那两标，你无言的感动，即为消灭，马上消灭，你当得着无上正觉真的。但是，咱想看难，咱当你向诽谤，你当向批评，会艰苦的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结果我没办法，因为咱的心中存着，咱的心中未来着，内看病人好处为咱就都掉掉，内看病人好处为就死掉掉，先讲，因为咱的心，咱的地如何起来，所以咱用地心的修炼，用地心的修炼，但是你唔知我地里面是一个保平人，当伊来批判。你不理他，你不理他，你不管他，你疏远他，你消遣大劫，你消遣大劫，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带人啊，在比长论短，争强斗气，不是讲这个平凡的，你是要和平安，你是讲出来出名，但你也消遣大劫的，这个消遣大劫，那你是讲好，心肠做的是分。那对你讲，咱那边那个大仓会办，
但是呢，因为咱迄阵是青黄大楼，伊建十六楼，上这个班啊，头前就是分刀，头前分刀啦，因为伊头就开始个班头拢唔难写，但是咱伊没有代志啦，叫出来，叫出来，叫出来啦，拍三个，拍三个也伊也是，我伊没有代志，我就是出来拍三个。这个分到去坐啊，到了一个时阵来，遇到大人在甲叫啦，在甲拍三下。迄阵咱亲戚就在想啊，这个可能倒啊，这个可能倒啊，因为后生遇到大人来在甲讲，啊，这个人控三下，到第三遍来，在甲叫出来。我那只是在控三，到控九下，甲叫到遇到大人。但是要讲，讲你今日你遇到什么代志？你遇到什么代志？伊讲的，即办过来听。伊讲伊下早起来，看成脚才白皮，才白皮啊！啊，我伫伊的，我伫伊头前，但是伊伫咧厝外伊的边啊，我看啊，伊拢行到伊脚，撸撸伊的头前来，头壳都唔敢掉，看到外面惊死，安尼了。伊叫大家讲三了。你卡都无坏，无坏都无呀。但是，但是是卡变得愈来愈弱啦。我盯着他个动作，你就代表他叫了红三。迄个卡都觉得，到了第三遍，伊该讲，剩的你该收，剩的你该收啦嘛。当然，这个问题要活动的唔知影，但是事实就是这个问题，这个。昆德大人大将要讲我这班人听，人卡是实，咱今日是超过班，这是多金利金跟长金，会当消咱业业的罪恶错，会当消咱业业的罪业。同样，咱今日一班，互咱一届机会，尤其今年阁是补的时代，但是咱大家。唔甘愿买了只姐姐是波业，咱唔甘愿买了姐姐是波业，但是咱甘愿要去受着种种不同的业，种啊，种种不同业你听无？或是叫吃农业的农业业，或是化工业变倒里变成的业，啊，或是今日是个工业业，迄个业你了解，我袂讲，迄个业我袂讲，都反正你会去面对着种些不同的业。咱来到这，你的修养，这修起了，做者不同业，拢唔免来。较好，但是咱要转，无爱来这个所在，面对着这无名的业，该怎么做？当然有智慧人来讲，我较艰苦，我这边才坐一个来。我一年来这当中会当平安，我一年当中会当平顺，我今个时节当顺利无代志。后面嘛，这个这钱是多，今年钱是多，嘛无偌艰苦啦。咱先讲啦吼，办事无偌艰苦，每天这个是多的道理，每年这样关会就会遐简单滴，咁遐简单滴。你想遐简单，咱第一道来解释是何对人不好。今年过来个，都经过365日，这个365日去变完啦。365日拢是三十。是36.5日咯，你的变化安怎唔知影？咱是365日，咱要面对着什么业，咱也唔知影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因地个关系，因地关系你听无？迄个因地头，迄个个地的关系，迄个咱能有乜个代志？我拢无业，是因为业变着你才无业，因地。进来了后，用着各地的这个环境起来，迄个时阵你会不会？咱咪讲啊，上天有机啊，啊上天我有好机会啊，上天我是，迄个时阵咱当然害怕，迄个时阵咱当然惊。上天真不是作恶的，是安怎咱就变坏事？咱咪做叫咱咪命运爱靠靠保险一点，但保险一点，保险一年不停啊。伊了解这个市场的道理，伊无了解咱去面对着这个业务如何。但是安尼个事情，安尼个拜托，
都跟那个啊，这这一家都是，啊，那破坏其他人家表面的，啊，不是人家杀的，意思，咱大家了解的是啥？伊是咱是心目中的幻觉，伊是咱心目中咱心性中的幻觉。伊这个物件是无形的物件，所以呢，咱贵，咱关心菩萨放出的讲，妄想、所作、诸恶业，乃至无明的性命，贪嗔痴，妄想、妄想的贵气、贵意识。所做的诸恶业，拢来自三邪魔，拢是三邪魔。三邪魔是魔，贪魔、嗔魔、甲痴魔，这三邪魔。三邪魔你来对头，啊，这三邪魔你来对头，就是咱的身躯有三邪魔迷人的地，咱比较贪。好、哦，咱就袂贪嘞，话话袂贪，袂贪啦。但是你无拄着叫，你着多经营者，度人、经营、骗人当中，你嘛唔当讲你无代表袂贪。一年都无，咱是若无拄着经骗人当中，咱拢讲咱做成功，咱做成功。因为你无修过嘛，因为你无练过嘛，你无修过，你无练过，你只心作水种嘛，拄着经历哦，你人啊。这个万幸更前的造出来，那你才会这些多数万能够功夫基础不得了，他抓着一些美术，他经过这些啊这些化验，但是路中有看这些语音，伊的美术然后才讲啊不得不得，这些语音不得那个讲魔鬼，魔鬼啊，你每个语音万。怪不得还讲魔鬼，惊惊惊，怕惊。但是当中，一个爸爸，他带着伊个囝去做事，农夫啦，到个半路看到一个牛，爸爸爸爸，哦，牛欢喜无？获得优待，那这欢过优待有啥项目？不如休息。获得欢的是魔鬼，迄个农夫欢哦，上天上地，上天送来的礼物。哦，这是小弟小弟讲欢喜，伊唔通讲伊知啊，一定要来，捡到两两边变欢喜，甲一死死啊，好啊，肯定，规个钟头大，怎样好啊，是人奖金蛮多。但这个奖金是奉官老爷，伊这个官老有过迄个官，伊一个金条叫官条，所以送上金条到这边，当然得，到这全部人民一通听。我经过对一个哦，迄路头，我经过对一个钟头，一直通听。啊，这个黄金捡到了，欢喜啊！啊，钟头大马仔啊，大议论讨论，敢着上通听？今日边个当听到啊？对不对？我身边人捡到黄金，你真是啊！你，咱买来掠人，你都当咧欢喜，怎起？你捡黄金吗？你当讲无？说黄金中小水也好，都两个边听边欢。安尼魔鬼无，安是干大事啦，还干天上干好事，伊是些干大事。但是咱本人啊，用见面就讲，迄是魔鬼啊。咱看到嘛是都破去，迄、那个上天降下的礼物啊，人难受。就是一点，不能一点是一无所晓。因为你，这个哪无去，哦，生迄个野心，因为伊唔免。无生迄个贪心啊，伊唔免强强暴强慢。啊，虽然家己内心世界内底当中，我着讲，咱三邪魔：贪魔、啊嗔魔、啊痴魔，这是三邪魔。啊，这三邪魔会甲咱啊，会甲咱造成迄个业，迄、那个业业报。啊，你业会当业，你敢听？好、哦，你若叫业报，我讲好，你敢知啊？业报好难听。好，所以我过去想讲一个，我迄个魔你听无？我做囡仔时阵，我做囡仔吼，迄个咱的水稻有无吼？迄阵嘛无人要掠西面钓啦，啊嘛无人要传药啊，迄水稻吼，迄鱼也真济，你讲啥？
河流啦，大大块，大大块，你敢听？迄啦，我即个年纪要听好听啦，像迄少年听迄大大块，你听无啦？大大块是只只只，啊，一片都是火星都是黄，就是只黄天啊，对。啊，片都内底当中，拢伫个惊安尼对。哇，一个看人看袂挂咧吼，啊，扭起了，哦，哦，规巴只，规巴只大大块啊，都手安尼，卡下卡好哦，欢喜。啊，大大迄个人啊，会定吼，迄个油吼，安尼香滚滚吼，迄大大个刺一下吼，哦，安尼较炸炸个起来食起外汤个，你讲呾？哈哈，我真贵呀，贵呀，啊，贵贵。但是咱忙，咱个无气，咱个无名啊。但是咱伫个伫个物件，但是咱伫迄个狗仔底个汤里啊。啊，搞得有伤心物件，你讲呾？迄毛皮啊，毛皮你感觉尿遐侪，可能较白啊。那是尿较少，那毛皮会只白只哦，啊，白细只。啊，咱即嘛搞得怎哦？啊，其实毛皮方面，咱个毛皮咧，该收落来社会面呐，伊袂来收啊，包都无开啊。毛皮是咧社会，啊，就安尿尿尿尿，啊，只白只，啊，有只乌色色，啊，两头拢会收，两头。这头来顶一点，那边来顶一点，只要摸起来来顶两空啊！您刚刚叫顶，不叫顶两空啊？两空啊！我顶有啥印象啊？那摸起吼，那灰金像那个灰金龙啊，色的吼，伊的这头还是色的，是变这边来色的。但是你拢袂听，你怎么听？听你袂听啊？好。啊，即嘛，他们听到迄个马头，我咧做马油，我见到迄个当中，哇，这大大块啊吼，看袂少咧，一骹，迄个裤管啊，全是厚惊咧，两只骹吼，塞个只毛皮，哦，啊毛皮都即，啊毛皮唔是讲啊塞水就走咧，迄毛皮都得塞到爆。射到爆，迄个灰个射到爆，就放起去了。啊，你个毛皮咧，就迄只头发，从巴肚后面规刀灰哦。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啊，咱饲三只毛皮，对。咱饲三只毛皮，你咱就先得甲你收了。咱若饲只只毛皮无掠到了，无掠掉，我这个灰呐，叫只毛皮射了就倒。咱这三只毛皮，贪的毛，甲亲的毛，甲刺的毛，人民透过着一个舒适的范围，面对措施，妙方便，何必重新出卖本钱？解决就是偷出天花这个力量。真正咱关注点好看，咱关注点好看，到底怎好看？确实好看，咱关注严厉啦。主任情况发生光。我把钱咱马上借出来做，未使还，未使还靠住，未使还靠住，靠住。哦，咱来做靠边，咱未使做靠边，这个是安讲的。咁是安尼，唔管咱钱要收或者嘛，咱拢未还人家钱，拢未还没有啊，拢未还人家钱。咱啥都唔得哦，办公室我老累啊，三十公斤，一年讲讲边做边学，阿来呢边调理。边做边学边调理，就讲我今天去水个地方，但是讲个啥，后边这个道教，先背下思想咧，甲你提起，先背下思想咧，甲你教育，先背下思想咧，甲个哪，教你啊，咱唔通去做考验，咱去做考验，咱唔去做唔对代志，咱个道做善结，咁是安尼，不话这先背下思想咱个问题，先背下啥意义呢？但是咱看咱做作做个，啊，建筑代表我就买，建筑不得去嘛，啊，建筑不要收我，我就做不完。我是看到伊两个作做个，咁是安尼，咱就叫做匠心的建筑。咱看到咱的前辈只，看到伊年咱唔能交，咱看到咱的前辈只，看伊年看到伊咧较好个，迄叫做匠心的建筑。是安那讲，伊年我还是袂怕，伊是爱还是怕，伊年伊就爱匠心。改良已经达到阿罗汉界，已经达到辟支佛界，已经达到菩萨界。当然，众生佛界、甲菩萨界、众生佛界、甲咧、甲
我上台有差有差别，但是伊就是要甲你扭起来，伊就是要甲你拖起来。但是开始咱袂认输，但是迄个咱已经习惯啊，你听无？咱习惯啊，为什么？我都安尼，然后我都对方来靠，我都不惯习啊，不惯习。啊，咱一直要好惯习。所以，迄个习惯真正无好改，习惯真正无好改，你做真正无好改，但是迄个物件无好改，就是歹物件咱就来改。咱好的物件咱来坚持，歹物件咱就来改。但是虽然你不无爱改，你做错要改，但是你嘛也要改。先讲，含你的命，含你未来的命，含你今日的事情，含你的未来，拢总关系，你就要改。唔是啊，简单讲，因为讲，因为咱知影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咱嘛无爱把咱这世人的业得拖伫后世人底，安尼讲唔应该，真正应该，但是无好讲，但是来讲，过去嘛，一句话咱讲，三好二安啊，是啊，迄个性是本性啊，迄个性就讲咱的习性啊，咱的习性啊。咱的执性啊，咱的控制性啊，咱的傲慢性啊，咱的无好的性，你是太改变啦，不是叫你改变观念，是咱要改啦。好，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啊。一只牛师傅，牛师傅恁听无？嗯。恁敢看过牛师傅？嗯。办啦吼。嗯。迄牛师傅的比喻，牛师傅来对啦。好，迄个牛师傅比喻来对好。你跟你比你比袂了，有影叫有啥你比会了？但有啥不比你有啥来比生活呢？你拿掠出来，甲洗洗的吼，洗洗的啦吼，啊把汤水甲喷过来，讲倒插毛花，喷过来咱快点汤的。你甲把你只牛屎不完，就咱两边牛屎甲牛屎对比呢，你讲哪样？今天到底是个迄个物件，永远就是牛屎牛屎。咱较早，较早，我唔讲粗鲁话啦，我讲实在话。较早咱，阮中南区大学啦，大学大学边头，是真个大学好嘛？迄我就是较早啦，我是做大坑的呐，白做坑啦，啊中就是观察班啦，对，天气差啦，啊咱有二间分的方便啊，你听安尼听啦吼，啊下底有足济呐，你使还要旁边。哦，阿叔，我同意恁老岁好料嘞吼，好料嘞，恁料啦吼。哦喂，迄三万，迄外欢喜，我贵人我好要嘅。啊，你老岁就好料嘞吼，伊安尼得咱两万两万。啊，伊若好料嘞，贵人我嘞，都好要嘅。现在你安尼，你个是真得意，得因这事情，因这事情得你来用对。但是咱今日。你叫人规划，你以为关键人话，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我认为迄一个医疗，说你迄个医疗，迄个电波时啊，吼，你再是要不要过过潮